多长时间？不限时的。不限时啊！我看着脊骨了，那这就怪不着我了。20块钱脊骨自助，这老板有点做慈善了，是不是？我那个少吃一点点，尝尝味儿吧，是吧？大家好，我是老刘，你们让我来那个大头哥啊，我来了，69块钱那个自助大骨头是吧？牛骨头不限量，没骨头了，没吃上。再见了大头哥啊，我们下次见就不知道啥时候了。抓到一个饺子自助啊，20块钱一位，走啊。我们这个多长时间？不限时的。不限时啊。上面写着有押金但是没要，然后我们两个人一共是收了49块钱。把我媳妇这几个饺子呀给她煮的拿出来之后，咱们看看菜去啊，有素的，有肉的，还有什么混像鲅鱼的，牛肉羊肉都有啊。羊肉加这个牛肉加鲅鱼，咱们先一样来一盘。哎，他们都在这嘎子现包呢啊，就你们也别抬杠了，我拍住了。茴香的拿一个尝尝，芹菜的来一个，先把这个饺子都扔里面煮上。来，再来一盘子，一共就这些菜。东北必吃的黄桃罐头吗？好家伙，我看着脊骨了，那这就怪不着我了。20块钱脊骨自助，这老板有点做慈善了，是不是？我那个少吃一点点，尝尝味儿吧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。哎呀，掉了，拿出来，好，就这样。哎呦，实蛋，这个我也喜欢吃。小杂鱼跟这个普通的鱼啊，哎，少来点这个 CEO 土猫的啊。哎，这个也少来一点点。行，走，回去吃饺子去。还有丸子，来一个。哎呦，这是酸菜五花肉，哎，这味儿闻着行。来点，应该是熟了，不会煮饺子，但我感觉都半天了。啥事吧？都捞出来。这盘饺子一共是多少个？忘啥了呢？来，继续煮啊。来，哎呀呀。今天我就不查了，大家查吧啊！哎，突然间发现呢，刚才这个吃饺子呀，他没调上蒜酱，那不行，这缺味儿了，对不？辣椒油一点，给这个米醋少来一点点，米醋跟蒜酱好东西啊，一点酱油完事儿，竟然不限时，20元钱脊骨自助啊，还有饺子，我觉得还行，吃着不咸，挺好。在那个煮饺子的时候没事啃两个，完美啊，就主打一个啃。来，我们来下一个。骨头行啊，其实你看有肉的，肉不少，吃两个骨头开开胃吧。要不然等一会儿对吧，开胃小菜他就等半天，你的饺子不得煮个10分8分的是吧。完了，都啃底了，完了糊了。哎呀呀呀呀，扒拉扒拉，他慢慢煮着吧。这玩意儿对我来说，我不会做饭，这是属于 DIY 做水饺是吧？挺刺激的，都让我煮漏了。不行了，不能再煮了，我就给它拿出来吧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，这个也漏了，这也漏了，全让我煮漏了，我的天哪！看看大家其他的菜，实蛋必吃啊。炸的，有股辣椒面味儿，啊，酱辣口的，竟然不是酸甜的，这很好吃。哇，这丸子挺好吃。豆芽有点甜。酸奶的那个最酸的，好吃啊！这个酸菜太够味了，爽！还得是啃这个开胃小菜，骨头不错，实话。看完这块，咱们先把饺子吃了吧，是不是？开胃开的也差不多了。啊，端饺子。我看很多人留言说看不惯我用手吃东西，不是他用手吃不很正常吗？那你包子、馒头、汉堡包、薯条，你咋的？你汉堡包、薯条用手吃，吃炸鸡用手就正常了呗。
再说这饺子好吃，嗯，蘸点醋之后吃的更爽口了。完了，没留下你，完别浪费了啊！忘了没给大家掰。不知道是啥馅的啊，撕开看啊，哇，里边全是汁儿，看着没？哇，全是肉汁儿，里边这个肉还是爆团的啊，都已经爆团了。一口。啊？啊，也少了二十个。啊，你看这个也撕开一个，看看啊，这馅儿。这盘应该就是牛羊肉，不是牛肉就是羊肉，看这个油晶莹剔透的滴的到处都是。这饺子我觉得挺好吃，必须蘸醋，不蘸醋的话太香了，吃一个就饱了。咱俩家潘水一小姑娘吃了120多个，我能吃40个就不错了，真的。多说40多个，哇，太这饺子太顶了。啊，那边有菜，一块一块拿，一块一块。饺子你放没？我连我吃几个饺子忘了，放个数吧，大家都能吃多少饺子？我能40到50之间吧，也就。啊，那边。照放上了。别串了，还在那里，还在这。我记得这盘是茴香和鲅鱼的。这个是啥？哦，这个是鲅鱼馅的，鲅鱼的。这个好像是茴香的，茴香的应该。他一直在滴汤啊。嗯，不错。那没有，那是芹菜的。这几个都让我撕坏了，都没找着。撕坏一个没找着茴香，坏了一个没找着。哎，给这个撅个顶，然后，哎，来了，得来全不会功夫，我发现了，我煮漏的这个是茴香的，啊，这是茴香的，这里边给的肉真不少，真不少。我现在又开始反思了，对，我又是反思怪了，他家这能挣钱吗？碰着我这样的，反正指定应该不挣钱。那我媳妇这伙的进来，那她指定是挣的。我媳妇一共就吃了8个饺子，问题是，我媳妇这伙的，她要不跟着我，她也不进来呀。又是饺子，又是降级舞，我真感觉，仿佛水电人工呢。它也不是速冻饺子，它也是现包的。咱搁那瞅着，那是哇哇在这包。想不明白啊，整得我都不忍心吃了。放过这家慈善的老板，把这盘饺子吃完之后不吃了，啃他家点脊骨得了。蒜泥放多了，吃有点辣嘴。不行了，就两盘饺子吃的棒棒饱，吃不下去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我这个饭量是真不行，网上搂了80个。那小姑娘吃了120多个，我就吃了40个，吃不下去。再见吧，这回真再见了。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告诉我名跟地址，我去拍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给名跟地址啊，我找了，拜拜。走骨头吧，喊的真有味儿。他倒不是说多优秀，就是你就花了20块钱，然后你就在这啃骨头，不现实，我真是，妈呀！